来，我再来解三轮车啦。他怎么算啊？他怎么算？价钱。哦，来上去。用踩的，你力气够吗？啊？不会太累吗？用踩的。习惯啦。习惯了。二十年了，人家还没有踩这么久啊。哦。没有人像你踩这么久的，哦，那踩这个一天要踩多久啊？一天要踩多久？哎，踩几个小时？哦，一般我都下午就是休息啦，上午。下午休息，上午呢？上午出来踩，可是现在是下午啊。下午就是现在刚好是出来。哦，今天刚好出来。啊，晚上比较凉快嘛。哦。下午太热了。下午太热了。嗯。晚上比较凉快。啊。有没有去看看南海大观音啊？没有哎。没有，去逛逛一下吗？现在看银饰。现在来不及了。不是看银饰，南海大观音啊，现在这个后生啊，他们又不爱。十年前就有就有。那为什么你不用电动呢？一般人家出来玩就是做这个彩的，现在政府也电动的也不是，就经常说那些电动的，就是说鼓励用彩的，嗯，是鼓励用彩的是吧？对对对，就彩的还有牌照的哦，彩还要牌照，电蛇的也他们也有牌照，但是在政府不允许的。其实来到潮州。我看看坐这种三轮车上介方便。还有一种是用摩托车，是吧？哎，摩托车。也有用摩托车载的那一种啊。有，那个政府就不行了，说要哦，摩托车那个是违法的。违法的。哦，没有牌，没有照。哇。晚上也还继续很热闹，就对了。对，这条街一直看到很有意思。啊，这个晚上整条街就变夜市了。嗯。啊。这就是坐着三轮车，咱老家说，未歹吼。